大家好，我是小翔。已经0-2落后篮网的雄鹿今天破釜沉舟，字母哥和米德尔顿两大球星合砍68分，带领球队在绝境中赢得了一场艰难的胜利。但看过比赛的球迷都知道，本场比赛篮网其实是更有希望取胜的一方，然而他们在关键时刻中战术执行力不足，最后眼睁睁看着自己被对手反超，然后自己孤注一掷绝杀不进，失去了将大比分改写为3-0的绝好机会，可谓是遗憾无比。骑兵变大坑，两次抛投将篮网打入深渊，雄鹿在连续两场被篮网吊打之后，明显改变了自己的战术侧重，他们将霍勒迪定位成了专职的外线大闸，而上一场发挥不佳的米德尔顿则成为了外线的第一主攻点。首节比赛米德尔顿就火力全开，直接将双方比分拉开到2位数以上。篮网的侧翼防守原本就是薄弱点，当杜兰特和欧文都还没有打开手感时，他们只能继续处于被动的模式，不断等待着反扑的机会。从雄鹿的战术趋势来看，他们似乎已经放弃了当初的一星四射，也没有开发出足够先进的传切体系，字母哥和米德尔顿成为了仅有的两个稳定火力点，其他人能做的只有全力阻止篮网球员得分。其中大洛尤为突出，虽然七投只命中一球，却贡献了多达6次盖帽。至于篮网这边，除了杜兰特和欧文与雄鹿双核心形成对标之势以外，布朗意外成了今天的骑兵，他凭借极高的进攻效率帮助篮网在困境中始终没有落后对手太多，全场他砍下16分、11篮板、3助攻，是杜欧身边最可靠的帮手。然而到了第四节最关键的时刻，布朗却犯了2次致命错误，生生让自己从一名功不可没的骑兵变成了全队最大的坑。当杜兰特自弧顶面对塔克投进干拔3分之后，篮网已经反超雄鹿3分，然而后者并未被打垮，而是再次发起反攻，霍勒迪抓住机会轻松上篮得分，布朗却在杜兰特和欧文被严防死守的情况下仓促抛投打铁，此后篮网发边线球差点失误，布朗再次拿到球不顾一切冲到了篮下，又是一次抛投出手打铁，篮网不得不犯规，就此失去了赢下这场比赛的希望，布朗瞬间从天堂掉进了地狱。由于他的仓促出手将篮网打入深渊，其出色的个人数据也失去了意义，失败的战术浪费了杜兰特的努力，内神聪明反被聪明误，输球的结果已经不可改变。然而对于篮网来说，最遗憾的就是他们辜负了杜兰特最后时刻死神降临一般的个人表演，纵然米德尔顿本场手感火热，但还是在和杜兰特的对标中败下阵来，后者除了连续中距离跳投将比分扳平，还直接用不讲理的3分球击穿了雄鹿最后一道防线。按照正常的剧情发展来看，篮网取得3-0是没有太大难度的，他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掌控比赛节奏，同时保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能够让杜兰特平稳接到球，让对手陷入绝望。可惜的是，这样一个看似非常简单的问题，主教练内神还是没有做好，他并没有布置出一个毫无破绽的战术让杜兰特和欧文可以接到球，或许在他的思维中，布朗也是一个可以完成终结的点，当杜欧二人吸引到足够的防守之后，布朗就能得到机会出奇制胜。但是问题就在于关键时刻进球并不是所有球员都能轻松做到的，内神或许有更多的选择，但超级巨星之所以是超级巨星，正因为他们有无与伦比的大心脏，布朗不够坚决的出手也毫无保留体现了他心理素质上不足。内神瞬息间的博弈的确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输掉一场并不是世界末日，但篮网现在没有哈登，唯一惧怕的就是杜兰特和欧文经受不住长时间高强度的比赛而导致身体受到损伤，所以3-0和2-1是存在本质差别的。但好消息是哈登马上快要复出了，不知道他们能否跳出和对手拼耐力的坑，快速连下2场实现晋级呢？喜欢就点个订阅和赞，谢谢支持。